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处在当今混乱的环境，我们应该入世或出世的态度继续活着。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，也要入世，也要出世。维摩诘教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可以离开娑婆世界，但是呢，也不可以啊，也不可以太入世了。不可以出世，也不可以入世。这是维摩诘跟我们讲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说这入世跟出世要合起来一起做，这就是中观跟中道。所以不是入世，也不是出世，是入世跟出世合一，要用这种态度继续活着。这维摩诘将来会教我们这样子做的，处在这个混乱的环境，我们应该入世跟出世一起合起来的态度继续活着。这是回答莲花答愿的问题。